开饭了。叔叔阿姨们、哥哥姐姐们、爷爷奶奶们，吃早饭了，谢谢大家。吃的糯米笋炒腊肉，糯米笋炒腊肉啊，那是去年的。我还炒年糕、豆腐。嗯，油煎豆腐，还有一个葱菜，还有这个糯米笋。嗯。那些好吃是吧？嗯。农村家常便饭啊。阿强牛肉丝。你吃牛肉没有？吃了，拍照。妈，给你吃一个，谢谢。把这个拿给爸爸吃，吃不动。姐姐，拿我杯子了吗？你也渴了？嗯。你也喝水了？对。嗯，回去喝水。等等。下毛毛细雨，要下雪来了。很快过年了，我们就要下雪了。对。嗯，别急，慢慢吃汤。别喝这个，这个不能喝，吃饭。那个爸爸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放哪里不去？那我先来去告爸爸。给你，你去拿点，你还要的话。不要了。等一下，你拿回家。你说吃完了？还没有。拜拜。吃完了。拜拜。今天是梅菜扣肉、腊肉、猪鼻子、蒜萝卜、卤味豆腐。
来，我们今天吃个香辣鱼尾啊，这是过年必备小零食啊，有微辣有特辣的啊。好冷，我们这里过两天要下雪了，这天气真是太冷了。我吃这是微辣的，不能吃辣就排微辣，能吃辣就排特辣了。特别劲道，大概有6到10个，给它100克。特别入味。后面有一个土房子，好冷哟。拜拜。